Costco 熟食区冷藏的老豆腐是我们家经常买的，4个14盎司的大包装，5.89块。有机的豆腐这个价格很划算，豆腐低热量、低碳水、高膳食纤维，是非常健康的好食材。豆腐有助于降低胆固醇，改善心血管健康。豆腐富含钙和镁，对骨骼和牙齿的健康非常有益，预防骨质疏松。豆腐低热量、高蛋白质，有助于减肥和保持健康的体重。豆腐的高纤维含量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。豆腐是我们中餐的传统好食材，蒸、煮、炖、煎、炒，中餐烹饪豆腐可以变着花样做很多好吃的。夏天还可以把豆腐煎至金黄色，切块拌进 salad 里。健康饮食，记得把豆腐加入购物车。